在忙。嗯，不用了吧？我靠，赵康同学，哦，我赵康去别的地方了，去那儿。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么，然后那个最后一个话题，今天最后一个话题，你可以讲任意长的时间，只要你能讲。然后内容是四点四十五结束。不是下面还有人吗？没有，没有，没有，对，然后原来就是最后一个话题是因为下面没有人，所以只要在四点四十五之前结束就可以。然后演讲者是肖琪，然后也是清华大学通大学会的成员，然后他讲的是 Elvis， 然后是 Ethan， 是另外一个 Unix shell， 在 Unix 已经有了很多 shell 的经历了。The last topic today is from Chair Xiao, who is also a member of Tsinghua University's Tuna Association, and his topic is Elvish. It's yet another experimental Unix shell, as long as we have many shells today. 还应该说中文吗？还是说英语？嗯，你随意。通传吧，通传了。那我就说翻译吧。英语不太习惯。就是满屋子中国人说英语不太习惯，一个非中国人。Can you understand Chinese? Not really, but if you talk Chinese and I ask you a question about something you already talked about, then just. Okay, his slide is in English. Yeah. 这是我今天的话题。这个，我们首先从 Unix 的历史开始讲。Unix shell 的历史管饭吗？简单回顾一下，就是 Unix shell 其实历史挺长的，71年的时候 ，Thompson shell 就那个时候开始叫 SH 了。嗯。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概念都很早了 ，pipeline command redirection。77年的时候 ，brown shell 就是今天所谓的 bash 的那个 b 的来源 ，control flow 第一个。Variables signal， 就这个是要有一个特别神的地方，它那个程序员是一个 Fortran 程序员，然后他写了一个 Fortran 点 H， 然后定义了一堆红，然后用 Fortran 的语法来写 C， 所以定义比运大符号，对，定义 and 的小符号，不是大括号反大括号，不是 if 和 fi 还是for 和 rof， 还 loop 和 pol， 就今天的那种 shell 里面各种奇怪语法都怪他。C shell 是 Bill Joy 写的，大家都知道 Bill Joy 吗？嗯。那个 VI 作者，然后 Sum 的创始人嘛。TZPI。据说这些东西也是他一晚上写的，所以特别烂。然后，当然 VI 是个例外。后来就有了这个，就不多说了。K shell 和 Ash， Ash 我个人偶尔还用，因为它是一个很接近 POSIX shell 的东西，所以如果不小心写了什么非 POSIX 的什么 bashism 之类的东西，可以用 Ash 来检验一下。当然，现在 Linux 下常用的是它 Debian 重新打包过的 Dash。然后这两个肯定大家都知道，一个是 Bash， 就所谓的 Bash 本来意思是什么揉在一坨的意思，就它把 K shell 和 C shell 的一堆特性揉在一坨，然后加了一些很奇怪的特性。后面会稍微提一下它一些很奇怪的特性。Z shell 的特点是似乎什么都支持，所以我统计了一下，我机器上常用的三个 shell 的 man page 长度，宽度终端宽度是84的时候 ，Z shell 的长度是26518行，就比后面那个两个加起来还要多很多。最后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些 shell， RC 和这个东西其实挺有意思的，它的主要好处是把那个 bourne shell 里面那一堆 fortran 给删掉了，然后还其实还好吧，还做了一些其他的 clean up 之类的东西。不过总的来说，其实表达力方面差异不大。ES 是有一个，我估计是个 Haskell 程序员，就拿 RC 异想天开加的那个 b 包和一些高级函数之类的东西。当然我写这个也有 b 包，不过不是 Haskell 程序员。好吧。然后SCL shell 是 scheme shell， 就后面会说他们有什么毛病了。PSH pro shell， fish 这个是我原来用过一段时间，然后也教过一两个 patch 的一个 shell。号称为90后。对 ，shell for the 90s。Finally a shell for the 90s。它有一句话其实我很喜欢，叫
customizabilit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就是他认为就是没有能力做出选择的程序员才会把选择交给用户。这个想法虽然比较极端，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革命性的想法，就是可以说是一下就批判了，就是对 Unix 所谓的可定制性传统做出了一个很彻底的批判。当然现在 Fish 的可定制性已经比刚开始的所谓的原教旨的 Fish 可定制性要强很多，因为他那个原开发者离开了，原开发者去用 Z Shell 了所以可见他这个走极端走的不太好，就是所以现在比较稍微中庸一点了。然后 PowerShell 其实是个很好的东西，但它的主要问题是，首先它不是一个 Unix 设备，然后这问题后面会说。它的主要好处是它把 pipeline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进，就是让 pipeline 里面传的不是字节流， pipeline 里面被传的变成 denied object 了。然后它有一套非常系统化的就内置函数，它那个所有内置函数名字全都是verb-noun 这种形式的，然后其他然后定了一堆 alias， 然后你把它就基本的特性可以就把它完全到 bash 来用都是没问题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为什么我要另外写一个 shell 呢？就是 bash 和 z shell 基本上从90年代开始基本上没怎么变过，比如像这样一段代码90年代就这样写，我们现在还得这样写。我们看这个代码什么问题， XS 假如是一个数组，我们想把里面所有 hyphen 开头的都打印出来。那么首先我如果要正确的便利这个数组的话，我得用这样一个奇怪的一个，首先我得在中括号里面写个 at， 然后我还得加上双引号，这样才能够避免它比如元素里面有空格就导致一个元素展开成两方元素之类的问题。然后我这个地方我想知道它是不是 hyphen 开头的，这必须要用一个非常 obscure 的一个语法，就是这东西大家可能都没用过，就是这个pound 是去前缀的一个操作符，大家可能都没用过。如果你不想借助外部工具的话，你得判断它如果是 hyphen 开头，你必须得这样写。然后为什么这地方不能用 echo 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不直接 echo 到了 s？ 是因为我找出来的东西都是 hyphen 开头的，万一这地方有一个什么 hyphen e hyphen n 的话，我知道这是 echo 的参数，它直接会被认进去，所以这边必须用 printf。 这个大家如果随便自己可能随便写一些 shell 体会不到，但是你如果就是严肃认真就是一本正经的写 shell 的话，就一定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这是实际上这是 shell 里面 echo 的正确写法，你直接 echo 任意一个变量其实在 shell 里面都是不正确的。然后这是便利元素这些写法，除非你知道这个元素里面元素全都没有空格这些东西。然后表达力也很弱，就是直到现在我们 GetOpt 这种东西必须要用 evolve 借助 evolve 来完成，就稍微高级一点的就涉及到对数组操作的东西几乎全都要用 evolve 来完成。 evolve is evil。 但是如果没有 evolve 的话 shell 就简直不能用了，有很多方面。然后现在是2014年啊，还没有任何就什么 package module namespace 之类的东西，全都通通没有，还是借助于 C 的那一套 include 的语法，就等价的语法。然后配置和给大家看个图吧，这是 bash 的启动时候会就是会 solve 什么文件的一张图。行，其实 z shell 比这个要简单一些。然后我开始说后面那些 shell 的问题。RC 和 ES 确实比较干净，但是还是太原始了，而且死了。然后 SCSH 其实就不像 shell， 它是 scheme 的一个库，你提供了一些方便你调用外部程序的一些东西，也死了。然后 PSH 大家记得是 Pro shell 不是 Python shell， 所以很明显它的问题是基于了一个错误的语言也死了。然后 Fish 它在界面上还现在做的还不错，但是我觉得 Fish 问题是语言上太保守，而且是用 C++ 写的。基于 C++ 为什么是 C++ 写的？因为他把左划过单独写一行，导致我每次给 Fish 贡献代码的时候都很恶心。不是这个其实开玩笑的，主要是 C++ 确实很难用，其实主要问题就是 C++ 确实很难用。之前
他之前是用 C 写的，不过其实他用 C 写的时候写起来更难受。所以吧，我觉得不管 C 还是 C++ 其实都不是很适合 Shell 的语言。然后 PowerShell 的问题是迭代的太多了，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迭代的对象，然后开销很大，然后用起来感觉理解起来有些障碍，对于我们这种不怎么用迭代的人来说。然后是专用还有就是其实这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它曾经有人想把它移植到 Unity 上来，就用 Mono 移植，但是也死了。就是这些 shell 其实前三个的问题都是死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它是邪恶阵营的然后什么叫一个 shell 呢？顾名思义就是壳嘛，就是壳外面就是壳。其实这个意思现在还在用，就是现在还有人把 Windows 的桌面叫 shell 的，但是 Unix 的语境下 shell 一般还会带上，我总结一下会带上不下三个意思。一个是就是命令行界面可能会带一些那种文字绘图的那种界面，其实这说白了就是没有 GUI， 就因为大家其实也不想用命令行界面，只不过是没 GUI 可用，然后一般不做太复杂的事，就不做太专门的事情，太专门的事情给外部命令来做，然后是 pipeline。Elvi 这个 shell 是我去年6月开始写的，然后用 Go 写的，就是用 Go 写中间遇到的一些想法和问题，会在后面说一下。然后写的比较慢，因为智商比较着急，然后但是好处幸好没停过，就是没停过超过一个月，一直都断断续续在写。然后目标是首先要做一个，对，我特意避免到 friend 的一个词。做一个比较简单易用的稍微聪明一点的命令行界面，然后其实这个第二个目标是更主要的，就是希望做一个稍微能用一点的编程语言。然后下面展示的这些特性，对，我很可能讲不到45分钟啊，大家后面多提提问吧。有的可能在最新版里已经坏掉了，有的可能就从来没好过。其实这其实还不能用。首先看这一页，这些东西都是能正常用的，其实在最新版里也是能用，比如像我用 vim 调用一个外部命令，把 ls 减 lr 把它重新上一个文件，这样调用外部命令，这俩其实没什么区别，好吧，然后 pipeline， 其实大家看，其实还是像这个事，不像某些号称是其实完全不是 shell 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比如你不需要在每个命令前面加一个感叹号，就是有人就是前来用 ipython 当 shell， 就是命令前面都要加个感叹号，然后各种文件里各种打引号之类的，这个还是不需要的，基本上还是一个 shell。 啊，他是一个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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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没有括号就觉得这样的语法是就不像 list 是吗？是的，其实后面是可以加括号的，不是现在还不能，就是加括号的语义后下面就要说到，就是你用 s 表达式的话就觉得没括号少了什么，但其实这不是 s 表达式，不是所有的前程表达式都是 s 表达式，好吧，如果你这样写还是挺难理解的嘛，对啊，那你要加上括号的话大家就理解了，是吗？是的，不是不加括号大家就更不理解了，我觉得。至少现在它是长成这样的，我一直在想加中缀的一些方式，但是 shell 这个东西加中缀表达式很麻烦，主要是因为它我后面也会说到这个问题。你反正也要写个 parser， 是要写个 parser， 但是shell 加中缀很容易扰乱一些用户的习惯，比如说你在上面写个一。减二，人就不一定真是要算一减二，人可能是有一个文件叫一个文件加二，然后 cat 的参数，然后那个减是 send input 的意思。哦，
就大多数很多符号在 shell 里面都已经有预定的含义了，那可能还在或者是完全就，或者是就他就完全没想到你会把这个字符特殊处理，人就随便乱写，所以就只有在你调用命令的时候，人会想一下这个东西会不会是特殊的。所以 shell 用前缀表示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事情，用中缀反而很不自然。我一直在想加中缀的方法，但是现在还没有想出一个好的方案。加上括号。对，如果加上中，就是加中缀的方式倒是有的，但是加了之后可能其实还不如前缀好用。然后这个也是，这几个其实还是能用的，只不过现在有点毛病，整体还是算了。不在终端里演示，因为说不定就突然一下就系统出事，就导致我的就 call down， 然后系统重启了。然后这个陈浩，开信息，好白啊，信息还得先装 go， 还得先编译。先说，那个 go 的能不能编译成本地代码？啊，其实是可以的。go 那就是会编译成本地代码。啊，就我跑的方式不用。对，而且它全部都是静态连接，都是掰出去的，你的那个，就然后我在语法上稍微做了一点小聪明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陈浩可能，不过现在没有同辈图，以后可能会有同辈图吧。陈浩其实没有人用它，就是说我希望把这个目录里的文件展开，然后第一个文件用来做命令执行，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把陈浩的意思复用了一下，变成陈法了。对，然后下面这个是，就比如像这个看起来就很像中缀表示了。这是我写的一个假想的，就之前定义了一个算行列式的第一梯函数，用它来算，这个就很有点 MATLAB 的感觉。就我每次算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会想，我到底是用 Octave 呢，还是用 PyPython 呢？就这问题很纠结，我想不如在 shell 里面写一个吧。这是开玩笑的，不过实际上还是经常能用的，就是特别是一些简单的什么大小比较什么 if 就是秘密参数个数大于多少就怎么用，这种在社交问题是经常遇到的。然后字符串训练量，我是尝试使用一些比较跟传统的社交不太一样的方式，这其实是很多是从 Go 里面来的，就是用反引号来表示所谓的raw string， 这其实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然后双引号是表示 C 风格的 string， 就比如像这个的好处是，其实我很反对传统的，就像 Python 用单引号和双引号两种引号来表示，来做字符串字母量的方式，因为这两个符号都是英语中要用的，所以你得找个不常用的来表示字符串字母量，这样才能够正常的表示出英语的句子出来。当然我这里举的是一个很没节操的例子，就是有的人喜欢用两个反引号来表示就是开引号那种东西。所有的 like， 所以我就有这样的奇怪。所以这个语法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这个反引号的字符串里面出现了两个反引号，就认为它是一个反引号，就这样。对，然后这是 C 风格的双引号，就传统的 shell 里面，你要写 C 风格双引号其实是很麻烦的，至少 POSIX 是不支持的。然后目前来说，单引号和反斜杠都没有特殊含义，以后可能会用一些挪作他用。然后所谓的裸辞就是不加引号的字符串，它和加引号字符串是完全等价的，只不过写起来更方便一些。这是主要是为了迁就 shell 的使用习惯。然后，我没有做什么，那个叫什么字符串内插，是因为这东西其实很麻烦，因为主要是它对 parser 来说很麻烦。字符串内插？对，就是说你百分之 s 什么之类的。不是百分之 s， 是在这个双引号字符串里面写什么 dollar s， 会直接被展开成 s 的值。而且你这个梗，是它主要是那个表示比较吗？对，比较。啊、现在那你会不会认为人家会认为这是一个赋值呢？赋值不是这样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一个和就是等号和赋值。对啊，等号和赋值，你有时候你就会。
其实这个没实现，我把它分成两个等号。对语言来讲，你比较的话，还是用双等号比较好，直观一点，所以比较不过根据历史的传统，应该是用单等号。这个值应该用 set let， 应该用应该用走箭头是吧？你写算法。不是，以及那个冒号等于。冒号等于。对，因为。这个目前的语法上来说是有次数串自动连接的，就是就你把两个东西写在一起，他们会现在这种赋值的话，直接写中间就考虑一下赋值的问题。一样的，他要 follow 一些 command。于是又回到了一九九一年。其实我用了，直接写中间也有问题。回到了一，就比如说有的命令可能会取一个等号作为一个 argument。因为等号其实传统上也不是在 shell 里面也是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嗯，你要是做 argument 的就 route stream 吧起来的。那倒是可以，但还需要三等号，也类型需要等。没有三等号。JavaScript 的有三等号。那种，哎，不说了。对，然后这最后演示了一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比字符串那啥麻烦，就是两个东西写在一起，它自动会连上一个字符串。哦，不对，这个输出写错了，输应该是 my pid is 6003。然后有一个所谓的 table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图画里面抄过来的，就是把数组和哈希表合在一起，然后中间不是用逗号，而是用空格分割，这个其实是 shell 的传统。然后 key 和 value 是用这个来写，用就是 ampersand 来写。然后做下标，如果是零，如果是数字下标的话，取的就是数组部分的。嗯，这种下标取的就是。这中间其实有些比较微妙的问题，就以后再说吧。然后，嗯？没什么。什么？他就是把数组和哈希表一块儿给我。对，我觉得就是说这种语言。不管是任何东西，就是说你要用出来，可能就是不光是学术了，还要一些用户的一些习惯和一些，对不对？如果你是，可能是，但是会有这种需求，就是对因为既有地图呢，又有那个数字。对，作为真正的普通用户来讲，他不想做这么复杂，可能他们都是现在可能都是比较流行的语言的用户。这个不是很需要给普通用户用，这个主要是给 programmer 用的，其实主要考虑的是 programmer 的需求。我觉得 Bash 作为现在是 C 端命用的挺多的 ，Programmer 也用的挺多的。如果你这个东西可能就只是，你用过 Bash 的数组吗？我个人觉得 Bash 数组非常难用。对，就是我说你这种是它的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你应该把问题变得简单，而不是让人家反而变得复杂了。我现在觉得，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你引入了新的问题。嗯，继续，只是说说一下。这是其实比较形而上的问题。对。然后，目前的计划是，比如像内置函数 built-in 和自己定义的方式，全参数用这种语法，这样的好处就是，不再需要那个简简了，就是之前，也是之前用 echo 用的问题。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像编程语言的 shell， 我把那个环境变量单独放在一个 empty table 里面，这样避免污染全局名字空间。变量的话，目前的机制是这样的，和 JavaScript 一样，先定义再使用，就是定义和使用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命令，一个是 var， 一个是 set。这样的好处是，因为这个语言现在是有闭包的，然后 Python 里面有一个这样很扯淡的问题，就是等号的话，等号的两义性，就等号既有 assignment 的意思，又有 declaration 的意思。比如像这样一段 Python 代码 s 等于 if 出 s 等于 r， 因为这个你如果想理解这段代码，你就必须得知道 Python 的 scoping 的一些原理，不然的话你是看不出这两个等于号是有任何区别的。但实际上第一个等于号它改的就是这个 s。第二个等于号它建的就是一个新的 s， 而且在 Python 里面最扯淡的点是 Python 2之前，你是在这个 f 里面你是没法去给外面这个 s 赋值的，是 Python 啊
global。啊，好吧。是 global。你如果用 global 的话，我觉得你先加的。这个我觉得是变成习惯的问题。嗯。就 Python 3加了 non-local 之后，才能够才能够真正的去引用外面这个孩子。然后这个是横向 list 的，来可以先看一下。嗯，好像不需要很多解释是吧？这是 bbal 语法，然后，嗯，然后 map 都扯了，然后 filter 把那个两个竖线中间是参数表，两个竖线中间是参数表。这实际上复用了一下 pipeline 的那个 pipe。因为这个地方pipe是不可能出现的。然后如果是想获得命令输出的话，用圆括号，这个看起来就很像 list。我下一页就告诉你怎么让它看起来不像 list。对，如果你想不像 list， 你就写成 pipeline 的形式。因为在这个计划里面，其实 filter map 还没实现呢。filter map 是有两种调用方式，一种是直接在命令行里给参数，或者是用 pipeline 把它喂给它。这个 pipeline 实际上想法和 PowerShell 里面的想法很像，就是它里面传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 object， 不再是传一堆字节。这样的话，其实传统上。就是 shell 里面有很多那种写法，就是比如像我想列出就是 find 一下所有文件，然后我再 grep 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我直接这样写，就是 find 点，然后这样出来的东西是以回车分给的，是吧？对。然后 grep 它找的东西也是一行一行找的。对。这样万一你文件里有一个回车，你整个脚本就全都坏了。嗯。GNU 传统的 workaround 是用杠零对。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杠零也未必好使，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把 pipeline 做成传一个一个 object， 不要再传字符流。这其实 PowerShell 这也做得很好，那 PowerShell 反正但是这是基于它所有一切都得在它的那个环境里面去做，对对对，但你不能控制你的。如果是跟 external 交互的话，就做不到了。对。然后 pipeline 里面，这也是一个传统上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在传统的 shell 里面 pipeline 里面，如果调用 built-in 或者是 function 的话，它是会 fork 出一个 shell 出来，就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fork 出了一个 shell，fork 出了一个 shell 之后，里面对任何环境的改变都不会，比如改环境变量都不会反映到父亲上面去。我现在的实验方式是用的不是 fork， 而是用线程。Grotting。Garotin 其实也不是现成，是 Light Theory Green Theory， 所以就绕过了 Subshell 这样的东西。其实 Fish 这方面做的更糟糕，它是没有 fork 的，但它也没有 thread， 它直接就挨个执行。快讲完了。Fish 目前是比较静态的一个。就比如说它现在的执行是分两个阶段的，一个是先 compile 再execute。 compile 是实际上会被编译成一个，不是编译成机器嘛，是会被编译成一个 go 的 b 包，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不便细说了就得看代码了。然后 compile 的时候会做很多事情，比如那个变量名全都是静态的解析的，就比如说你写这样，你就写上来一个这样的文件，就之前完全没有声明 A 的话，这个文件是不会被 compile 的，或者说它执行的时候会突然告诉你说这变量不存在。然后 pipeline 的类型 pipe 的类型也是静态的确定的，因为之前讲到这个里面的 pipe 默认都是传 office 对象的，其实这个是，但是它同时也支持传统的 pipe， 比如看之前有一页这实际上是传统的 pipe， 这种直接传那个传字节的 pipe。 如果你想尝试把这两个混起来用，就比如说 echo 显然是它输出会是一个传统的传字节的 pipe， 但是 filter 它想要的是一个传对象的 pipe，
这时候这个编辑会拒绝编辑这个呢？其实我想把它做得更加静态一些，就比如说，变量的静态类型，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动态类型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反正动态想想问题就很多。说多了都是泪，是吗？说多了都是泪。我觉得用 Python 写过2000行以上的生产代码人都不会喜欢动态类型。我写过。特别酷，受不了那种。根本写完了之后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这东西真的动态类型在小程序里面确实会谈。我经过这样的多次实验之后，我每次写 Python 代码一定都会把参数表里每一个是类型写到注释里。对，我觉得写注释好点。那老外是怎么写的？他那个图就写的很大的。他名称写的很强，比如说这个下划线，就这请写好的、哦、写类型写的派代码几乎不遇到类型错误，需要非常强的自制力和对这画出来是那个 cube flask 特别好，这一点上 flask 的文档比代码还要多。dostream 好多代码都 dostream 比文 dostream 比代码 dostream 大概是代码的 1.5倍的样子。好是什么 flask 是一个派代码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应该交给语言来完成，不是交给程序员的这种 discipline 来完成。程序员都很讨厌写程序。对。我作为用户。下一步实现了一些挑战，一个是想做一个类型推断，不知道该用哪个系统比较好，然后做态也没有想好，然后这个是可能大家比较喜欢乐见的一些。行个问题，行个问题，行个问题。其实还是做颜色比较好。这颜色酷，我觉得。上面这个其实现在的 Z Sharp都有，是吧？嗯。就是语法高亮，虽然现在这个比较短，看不出很多高亮的地方。然后右端有一个 prompt， 就是，还是用过这个特性吗？用过。然后补全的时候会跳出一个菜单，可以用方向键。用方向键，可以用方向键，可以用方向键。这个屌爆了！可以用方向键，还可以用。果然还是喜欢乐见这些东西。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好棒！对，这个我特别自豪的一点是 ，Z Sharp 的右端的 prompt 最后是有一个空格的，它不会排在最右边。好吧。我研制了一晚上，研制出了把它放在最右边的方法。你入了吗？你如何做到？如何做到？嗯，其实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得把那个终端的自动折行给关掉。嗯。Z Sharp 就它之所以不放在最右边的问题是，如果它把最右边写满了，这个终端会马上自动折到下一行。对对。就算你现在是在终端最下面，这样你下面就会空出一行来，就让用户感觉很难，嗯，心里很难受，特别是处女座的用户感觉心里很难受。所以解决方案其实很简单，把中端的折行关掉就行了，就能放到最右边了。好吧。那折行怎么办？折行手工折。哦，就显示的所有内容之后你再手工。对，都是我手工折行的。哦。行。这其实有一个好处。再扯一点吧，就是在 Bash 里面，不是 Bash， 是一个一些更矬的 Shell 里面，它是不知道中文是占两格的。嗯。它以为中文也占一格。然后他用的就是自动折行，他们就是自动折行的算法，这个本身其实没有问题。就如果你自动折行的话，终端是知道你的中文是占两格的，虽然他不知道，但这样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写到下一行的时候，他尝试刷新的时候，他不知道你已经到了第二行了，他按照他那个算法算出来，认为你还是在第一行上，所以他直接一个反斜杠 r 跳到第一列，然后进行刷新。这时候你打到第二行之后，你每打一个字，那个 prompt 就会重新就会往下移一位。大家如果用过，对 Android 的 Ash 是有这个 bug 的，所以以前用 Android 的时候碰到过多次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打中文是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的，你打中文就会遇到这个问题。然后下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还比较酷的功能，更喜欢这个。对，就是大家有没有人用过 Ranger？ 就是一个在终端里面用方向键来那个来切换目录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一直很烦的一点是，我现在开了一个 Ranger，
然后跳到另一个目录做了一些事情，之后退出忍者，又回到原来的目录了。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就是我原来想过一些把忍者集成的方法，后来放弃了。我还是觉得这东西做在上面比较好，而且不需要太复杂的功能。就忍者里面其实带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想取代上面的功能，它把一些基本的文件操作功能全都实现了。然后在里面也可以这样上，但是这样感觉非常不爽，所以我就是想和忍者做法相反嘛，把忍者的功能集成到上面的。就这个是一个，这个现在应该没换，可以。这个应该是没换的，我试过。那你，出不来了，出来了。哦，酷。这样 CD 的时候就很方便了。对 ，CD 的时候特别方便。啊，我现在没有实现拍照，我必须放。你实现搜索了吗？没有。对啊。实现能够自动进入 TAR 吗？不能。不要为这些不要再提示不要为这些过于细腻的问题。算了，你继续演说，不要回头。反正看到一些不好的。没进去看吗？啊？不是，你光上下摁了，那不直接进去吗？能进去，我刚才不进去了吗？他刚进去了。我刚进去了。你随便找个随便找一个就回头。不是回声，上是右键。右对，右往右就进去了。高端的进去了，然后回声进去了，真正的进去了是吧？哦，现在已经在进是吗？对，现在就在进。就进子目录。对，现在就进子目录，然后。你看，确实是进了这个子目录。退出那个模式之后，还在这个子目录，不是骗人的。那想要加参数的时候，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想要以一个路径为参数的时候，然后可以去学一下。啊，这是个固态 ID 的感觉。对，可以考虑。好，看需求啊。嗯。我经常把命令那个就路径调好了之后，我就忘了我要干什么。差不多讲完了，好。然后实现是用 Go 写的，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很多人说 Go 的好处都 completely miss the point， 就我觉得 Go 的基本上唯一好处就是比较简单。对。然后这个 Go 的 spec 在差不多一个下午就能读完。我觉得在2014年，不是在大概在2010年左右设计的语言，大概只有Go能满足这一点要求。嗯。这样的好，当然，它实际的好处就是，除了有一个能让你一个下午读完的 spec 之外，就用Go就能写出一些可读性非常好的一些代码。嗯。就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读过代码中可读性最好的，是写的比较好的 Python 代码，但是写的不好的 Python 代码可读性非常差。然后做的代码感觉可从总体上的可读性也很强，因为标准库读过不少部分，感觉都是一路就读下来了，就不需要就是各种拆之类的东西。然后 GoGet 和 GoTalk 这个东西值得一提，就是它鼓励你那种 quick and dirty， 然后 in the wide open 那种开发方式，就是你用一个 GitHub 的一个 URL 就作为你的包的名字，这样的好处是别人如果想装你这个包。就直接 GoGet 后面加 URL 就行了。然后 GoTalk 这东西也是因为你用 URL 做包的名字就能做一些很酷的事情，就比如说你的 API 文档就不需要你自己去生成，有一个网站整天扒 GitHub 就直接帮你把 API 文档全都生成好了。然后其实 Go 还是一个比较挫的语言吧，就是没有泛型，就大家都知道说多了都是内容。就经常要有泛型以后也说多了都是经常就是其实跟这一点目前 Go 的做法跟早期 Java 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它所有的 container 都是 object container， 就 Go 里面是 interface clone interface container， 然后你的做法是你往里面插的时候很轻松，就是因为都能直接转嘛，直接就转过去了，那你往里面取的时候你就得加一个强制的进行转换。嗯，我觉得 Go 这样下去的话，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做一个 Java 的泛型就了事了。就所谓的那个 Java 泛型，大家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 ？Java 其实没有实现泛型。泛型是什么？泛型就是说，我实现了一个 container， 我实现了一个堆，我想它既可以做 int 的堆，也可以做 string 的堆，还可以做我的什么？嗯 ，whatever 的堆。还可以，不是还可以做一个什么 parse container factory 之类的一个堆，然后。然后这时候我就需要，就这样的话，我事先写那个类型定义的时候，其中有个类型我是不知道的，我必须在实例化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它的类型。这一般的泛型说的就是这个。
然后 Go 现在是没有这种机制的。我觉得 Go 这样的话真的很可能不了了之，做一个 Java 的泛型。Java 那样的泛型实在是，它只是在编译的时候把那个进过去。Java 泛型就是一个语法的时候就。Java 泛型就是一个语法糖，就是它没有实现泛型，它所有的 container 实现的还是 object container。只不过你如果假设你实现一个 list of string， 假设你是声明的时候声明的是 list 的尖括号 string， 然后这时候你从里面取东西的时候，它自动给你转，自动给你转成 string。所以说它其实没有实现它，发现它只是实现了一个语法糖而已。但是 Go 目前看来也是这个操作嘛，估计也会这样干。这个有一个很酷的名字叫什么 Type Erasure， 类型编译时类型擦除，就是那个类型只有编译器能看到，JVM 是看不到的。GoLang Interface 其实勉强够用吧，但其实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很多时候吧，其实够忍忍就过去了，而且忍忍就过去了，好的回报是得到了比较可足的代码，就是你写不出什么很聪明的代码，但是正因为你写的笨，所以别人能读懂。然后做这个 shell 的遇到的一些挑战，语法方面，首先裸辞是必须要的，因为你不可能让用户什么用 vim 来编辑一个 a.c， 你还让他 a.c 加上引号。这个用户是百分之百，就算是我本人来说也是百分之百不能接受的。我必须要用，比如我打一个文件名，它就是一个字符串。然后这样的话，之前也说过这个问题，你能够用来做操作符的一些字符，其实就非常少了。特别是你如果是在最前面让它有特殊含义，比如之前我的乘除都是在最前面是有特殊含义，在中间没有特殊含义，这个还可以接受，因为用户打命令时会想一下这个命令是什么东西。但中间可能不知不觉就打出一些奇怪的字符出来了。然后语义方面，首先和外部命令的交互一定要有很好的交互。然后对，怎么实现 if 还没想好，就是传统上 if 是用那个命令是否成功来实现的，就是 if 后面跟的实际上是一个命令调用，命令如果最后成功了，就这个。一个小问题就是 pipeline 的成功是怎么判定的，就 if 后面你可能跟的不是一个命令，而是一堆 pipeline 合在一起的命令。我知道 bash 的策略是最后一个命令成功了就算成功了，这个感觉其实很脏。然后传统上 shell 也是没有布尔值的，这个用起来会比较麻烦，就比如说你要存一个布尔值，你一般就会存一个字符串，然后每次再把它拿出来跟什么什么字符串全部 Y 或者 N， 然后拿出来把它跟 Y 和 N 比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目前没有完全决定。然后错误和异常的处理也没有决定。实现方面 compiler 现在是把它编译成一个 Go 的 B 包，其实我不太确定有没有人这么做过，不过现在好像还能用。然后抽象语法树 AST 现在是Go 的作者 Ropad 其实本身也承认用 Go 写 AST 很麻烦，我还好 AST 已经写完了。然后这个当然目前还不能用，然后很多 feature 都没实现，很多 feature 还没设计呢，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你的 home 删掉。不会，应该不会，说不定就会了，因为应该还是不会，因为我每次 commit 之前我还会自己跑一下，所以如果把我的 home 删掉，我这代码就删掉了，就不会。不是，这是自锁是吧？自锁系统。那应该不会把根删掉吧？有可能。你只要引入就运行，要你自己普通用户承认运行吧。然后欢迎大家给我。HN 是什么 ？Hacker News。然后这是 GitHub 地址，然后 issues 里面自己发了这个 issues， 然后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用的东西，就是前面 issues 上首页的 waffle.io 是一个什么，把 GitHub 其实它就是一个 GitHub issues 的一个 alternative frontend， 就是替代它的一个前端，然后它把它做成跟 Trello 一样。哦，能看一下。他用过 Trello 吗？不是，现在我这机器不知道为什么连不上这个网。连我连那个号吧，连他家点麦的网。203.0
WiFi manager。对。你好。Stardist，STARTEST，EST。行。行。植入性广告。WiFi manager 是一个包吗？啊，是Arch的一个包。自带的一个。好酷。微信只能敲 WPA4Break。我一般都用那个。你要精确的打出 SSID。啊，对。SSID 打错了就。对。我都是那个先。嗯？里面还用了。我先都是 IWList scan 一下。这个讲的什么？哎，用。马上就讲了。哎，最后是三十，那就大家都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百度就是单单用来测试网络好不好？对。其实我在某日，我是公共场合不好，不太方便了。不太方便收摊位。对呀，书被抢了。不可能吧？好认识，不让我们讲台的。好吧，那你就先别管了吧。啊，我讲完了。好。好。快说。提问时间。你马上。你当时为什么就是选？P thread 和 fork 不能合用，涉及到这样一个，所以我一定需要一个比较底层的语言，就是，大家想听一下这个坑吗？就为什么 P thread 不能和 fork 合用？就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多线程的程序，然后你在里面 P thread， 你 fork 的时候只有调用 fork 那个进程会被线程会被保留，别的线程会被直接相当于 Q减9掉。这样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有很多系统调用是不可重录的，不是有很多系统调用是可重录的，但是异步，但是它本身不是异步安全的。就比如像 malloc 这东西没法做成完全异步安全的，因为它你要管理的是一块公共的内存区域，所以它一般做这种本身异步不安全的系统调用，往往做的方法是上锁。就我进之前，我先就acquire一个锁，出来的时候再 release 这个锁。要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你现在有一个线程 A， 一个线程 B， 线程 A fork 就是现在 B 正在 malloc 里面，那你线程 A fork 之后，出来新进程里面那个 malloc 锁就永远锁上了，所以你在 fork 之后，你不能 malloc， 你必须首先把所有的内存全都手工分配好，然后你尽快的调用什么 exec 之类的东西。就是清掉这一笔黑历史，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底层的语言，所以我像 Python 可以直接被排除了，因为 Python 它肯定会在背后做一些 malloc 的事情，你没法控制。稍微高级一点，其实基本都排除。这种比较高级的自己帮你分配内存，其实基本都排除了。Go 它是可以做到的，因为 Go 的标准库里面就这样写了，它非常明目张胆的，就是因为 Go 本身就肯定会有 pthread， 因为它本身只要你开，每个场景都会分配到某一个 thread 上去。对。然后它就标准库里面就有一些写法就可以避免分配内存，就是用 Go 的站是比较，你在站上调用的东西，你只要不传出去，肯定是在站的，所以你把东西都放在站上就行了。但是你用别的语言就未必能保证这一点。C 加加其实也可以，当然可以 ，C 加加和 Z 肯定也可以，它比 Go 更底层。像 Fish 其实也是这样干的，就是在 fork 之前先把所有的内存都 malloc 好，该放站上的放站上，该 malloc 的 malloc。像高级也其实可以直接否定了，然后，而且他们调用系统调用也未必方便，而且开销太大，所以需要一个运行时，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底层的东西，稍微底层一点的语言。然后 ，C 和 C 加加写 Fish 的悲惨经历，基本上就不想再用了。Rust 其实一直在考虑，但是 Rust 还没有1.0呢。如果晚两年写这个，可能会考虑到 Rust。而且 Rust You mentioned no subshells
Yes. How do you plan to handle commands that should not affect the environment? First of all, the external commands will not affect the environment. Well, CD, for example, does. And if I want to, for example, if I want to map over a list of directories, I want to CD into the directory and then do something. When the command crashes, then I should be back where I started, not in the directory. That's a problem. It's actually a problem that Fish also faces. Yes. I have not yet a very good solution because that's a price, I think. Subshows are handy in some circumstances, but I think overall they bring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Well, I'm not saying that subshell is the solution, but have you thought about a solution, how to deal with this kind of problem? Local directory stack, maybe. I think there will be a solution to the CD problem, but the subshell can also do many other crazy things and expect that it doesn't affect the parent shell. That's not what I'm trying to solve. Mm. CD problem will probably get a reasonable solution, I think. Perhaps in like the Python with block, something like that. I'm not sure yet. Because there's still many things in language I have not determined. I'll get back to the CD problem later. Yeah, I haven't even figured out how if should work. It's a bit too early for the CD problem. Community 啊，更多问题吗？还有问题，还有本书没送出去的。其实我一个人慢慢想的话，其实每次这样做出来可能会比较一致一点。好，问题吗？还有礼品吗？有问题就送，你送啊。如果没人问，是不是可以送给我？你没有人，我就送了。我们录像今天忙活一天了，就妥协了。行吧。给你。